宅男零要 concert 飞，唔要免费飞。哇，实在太吸引啦！哦，短裙 ，Oh no， 仲要飞吻，我死啦！不过通通都行埋一边，因为有嘢仲吸引过佢哋啊！第三咪嗰个咩贤嗰个演唱会嗰个飞咯，喜多收平同阿咩嘅演唱会咯。冇错，虽然寻日亚洲游戏展开幕，不过一众排通宵嘅宅男唔系为机，系要 J-pop 演唱会飞啊！连 Sony 送头两个盒仔，香港来回大阪机票一张都打动唔到佢哋。大家实会话机票、啊、免费日本玩、啊，咁都唔要？别人笑佢太疯癫，佢笑他人看不穿。喺宅男嘅世界，机票系唔值钱噶。好似做咗 Sony 第一个客仔嘅张生咁，宁愿要特别版主机都唔要机票。因为我想要那个制作人的签名的那个机体，虽然是一个 gamer， but I work for my company， so 所以我的话就只是说想留一个纪念而已。我原本谂住攞第一嘅，就冇谂住攞机票嘅，但系依家攞张机票都唔错啊。不过听到好酸咯，对我嚟讲，直飞机嘅纪念意义大啲。机票可以金钱去买，直飞机唔系你可以金钱就买得到嘅。啊，但系依家攞张机票，佢就话会去日本睇 concert 喎。